我真情实感的喜欢张正和薛东。京港三兄弟的相处日常。CP，B，D， 这整不了。你是指这种 CP 吗？没看清，再来一遍。这整不了。对不起，搞错了。再来一次吗？我接你啊，你上车啊。你给我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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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天都是我，我倒，我倒。我一双学位，天天拿你当。看看好兄弟们都是怎么形容对方的吧。薛东有点像那种尼莫，就是在那个里边啊游出来看看外边有没有什么危险，有危险啊我再回来。我同上，对他很可爱。让我们看看薛东能有多可爱。啊！干嘛？我又饿。要补充一点维生素。我领带可以松一点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把领带系在头上，挡着眼。没有拿，不是领带，随便拿什么东西啊？拿西装呗，盖着脑袋，遮着眼。拿领带，然后这边，哎，这根堵这个眼睛，这根堵那个眼睛。那你觉得张震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？一头狼吧，我觉得他有这个狼性，而且他也有这个野心。你说的没错。不会放的，也不会放的东西。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能够保护咱们所，让所有人能够全身而退。张正像个岸上钓鱼的人，他不在这个水里去看待所有的生物。你觉得曹二平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？疯狗。因为剧本里也有这样的形容，曹二平其实就是像一条狗一样到处在来咬人。曹二平有点像一个刺豚。你一碰他，叭就充气儿了那种。张正是把乔二平当狗的。嗯、啊，没，好复杂，好复杂。想用真情实感造个句好吗？我真情实感的喜欢张正和薛东。爱摸了。是在哪儿啊？我不坐了，哎呦，我在忙区的时候。这是个三角恋，你知道吗？这整不了，好复杂，好复杂。